是一个与岩壁相伴的90后女孩。从3岁开始，然后都一直坚持到现在。10年来，她一次次触碰冰冷尖锐的岩壁，不断向上攀爬。当他痛苦的时候，那你就要告诉他，这其实算不上什么。今年的赛季刚刚开始嘛，然后就说等于去年我们有那个就是说青少年的 C 组的这些前3名的选手可以参加成人组的比赛了，所以就说对于他的这种训练的要求可能今年就会有一定的改变。青少年的冠军选手还有机会参加成人组的比赛，所以你到了成人组的比赛，这种要求和青少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种训练的这种难度系数啊，包括泄露的风格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跟这种成人的去靠拢。师傅带来的消息让陈宇满心欢喜，然而对于刚刚升入初中的陈宇来说，学习也越来越紧张。考试时间是到8:40，第一个是正确，第二个是速度。我觉得攀岩这项运动可以作为兴趣，甚至是在将来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考虑到更长远的道路，在他这个年龄，还是文化课是主要的。为了不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陈瑜开始抓紧赛前训练。去怎么样的攀爬，身体在哪儿，脚手的位置，选择一条你的方案，明白吗？然后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爬。还有什么起点？对啊。很好，找一大桥，漂亮。现在我看的这个视频是去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锦标赛的一个视频，实际上也是攀岩进入了奥运备选项目，奥组委对我们整个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检验。如果攀岩运动进了2020奥运会，陈宇当然我希望他能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训练占用了很多课外时间，为了不耽误功课，陈瑜常常要到深夜才能完成家庭作业。那我们给他起这个名字呢，是愉快的愉，不求他可能挣多少钱，做多大官，以后就希望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应该是愉快的。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可能不给他太多的压力，无论是学习上的也好，还有攀岩上也好。女孩子嘛，一般来讲可能都娇气一些，但是我们觉得呢，娇滴滴的女孩子来讲，可能不利于她的成长。2013年5月1日，赵雷利用假期带着陈宇前往北京郊区的白河峡谷进行大岩壁攀爬训练。要想在全国大赛取得好成绩，师傅赵雷心中自有一杆秤，那就是能够成功挑战一条难度系数为5.13A 的野外线路。这条线路有个特殊的名字，叫一箱啤酒。这已是陈宇第3次尝试挑战这条难度极高的线路了。因为这条线路难度系数是13A，这个难度系数有多难呢？就可以理解，就是只要是男子选手完成这条线，就觉得是攀岩的高手。然后女子，因为目前说国内还没有女子来完成这条线路，
那对女子来讲，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然后这个线我爬了，就是前前后我第一次完成大概总共用了可能10次左右吧，然后之后每年都会再来爬个1-2次，但是每次我并不能保证我像今天一样我爬一次就有，啊，因为这个线实在是真的很难，每一步都是都能达到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抱石动作，需要然后而且很连贯，就你不能有任何的那个中断出现差错，必须得就一口气就跟箭一样射出去了，它肯定停不下来，就必须得要么到地，然后要么落地。我说实话，就是说，如果对一个13岁的这个女孩来说，我觉得可以把她难度往上升2至3个字母，可能都不为过。而去年，就在陈瑜即将完成挑战时，因为意外而受伤。今天早上我问她，她说当时就是。也累了，然后使用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动作，然后脱落的时候呢，就腿撞在岩壁上，然后直接就已经当时就不行了。后来回去拍片子，说是骨裂。其实我可能当时表面上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其实从内心深处，作为父亲看着孩子受伤，其实内心还是很难受的，尤其看他一瘸一拐，非常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当他痛苦的时候，那你就要告诉他，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反正我就一直不喜欢自然岩壁，是是是。真的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因为一直从3岁开始，然后都一直坚持到现在了，然后可能放弃了，虽然能就留出很多大把的时间，然后也不用受这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会感觉遗憾吧，毕竟坚持了这么久。因为之前的意外，陈瑜心中的阴影一直无法抹去，此次他再次面对岩壁，是否能克服已经伴随一年的阴影，挑战成功呢？加油！相当好，真的相当好了。为什么没完成呢？耗了半天，就是因为你自己还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你绝对没认为你这把能登顶。你爬到那儿就有点慌了，你就觉得哎呦，这离这很近了，对吗？你是这种想法吗？所有的人在挑战南线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法：这线我根本爬不了，我根本爬不了，我就没觉得我能完成。哎。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就拿你刚才那把来看，你差，你知道你离完成差了多少？差了2个动作，而且最后一个动作基本不算什么动作，对吗？想一想，哎，我说分析的对不对？你觉得你能不能完成？我觉得你肯定轻松完成。为了缓解陈瑜的压力，赵雷把陈瑜带离岩壁。来到白河边稍作放松。教练和队员之间的关系，师徒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相互的信任。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选手，要真的要更多的尝试失败来积累经验。我经常和我的学生啊，包括队员们，国家队的队员们说，就是成功的人都是尝试失败最多的人，因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是永远触及不了最高点。由于陈瑜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师傅决定让他与岩友一起进行抱石训练。好可怕，这么一个动作就可怕。其实从我们一开始攀岩来说，
我就觉得这个活动这个运动它能锻炼你的身体，锻炼你的意志，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独生子女他其实没有更多的机会和人去打交道，每天上学放学回家，可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的生活环境就是这么多，学校里有点同学，就是他没有机会去接触自然，没有机会去接触朋友。抱石是攀岩的一种，也是陈瑜最喜欢的攀岩方式。相比一箱啤酒的线路，抱石路线短，动作难度轻松了许多。要多少？他们就直接练一下，不要去。师傅精心挑选了两条路线，他都能快速完成挑战，陈瑜的心情一下好转了起来。看到陈瑜顺利完成抱石路线，状态良好，赵雷决定让陈瑜再次挑战一箱啤酒。然而，陈瑜却始终无法触及峰顶。哭了！你都已经这些程度了。越来越熟悉了，你就按照你心中的节奏就可以上去了。啊？为啥哭？意志力的胜利。对呀、啊，就是说线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爬的我们尽力了，你已经很棒了啊！手皮疼。手皮疼那很正常，连爬这么多了，肯定手皮疼啊。没事，啊，下吧。明天早上咱们就把它搞定了啊！这一箱啤酒是我哥哥2006年或者2007年时候拍的。知道师傅当时为什么没有爬这条线路吗？因为当时我和我哥哥较劲，就是说很多自然界的线路一直攀比谁倒着谁强，谁来先完成。因为他完成了，我就不想爬了，我就想告诉他啊，我的弟子怎么完成，特别是年轻的女弟子怎么完成。经过一夜的休整，第二天陈瑜决定再一次挑战一箱啤酒。
说心里话，作为师傅，肯定他期望他爬得越好越好。我现在对他最直接的期望，就是在他14岁第一次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的时候，能拿前3名。就是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一个攀岩运动是一个小众的国家，虽然人很多，但是一个小众国家，我们一样有这种世界顶级的青少年选手。短暂的五一假期结束了，一切恢复正常，陈瑜再次回到繁忙的学习之中。三角形 ADB 的面积，现在 AD 长知道对吧？ CB 过 X 轴的。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了，陈瑜发现成绩掉了很多，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还能不能请假去参加全国攀岩赛，陈瑜心里不免打上了问号。五一过后攀岩的赛事越来越多了，那么今天是带弟子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训练，为了备战后面的比赛。漂亮漂亮，很好，抓那个红月亮。为了备战比赛，赵雷所有的弟子都在加紧训练，严管中却始终没有出现陈瑜的身影。因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经过反复斟酌，陈瑜的父母还是决定向老师请假，而父亲也决定亲自陪女儿参加比赛。那我不写怎么办呀？他又不让你带作业是吗？没有，不是作业的事情，我们只是比较激动而已。就激动，你老觉得激动什么呀？这次你的对手都是谁？对手多了去了。有信心吗？嗯，好好爬吧，那就是，加油。没问题，相信。宁波简称是什么？知道吗？历史文化名称，俑。是历史名称。你看，河姆渡史前遗址是在哪？就是7000年前，就是在宁波。这些你应该稍微了解，是吧？这是那个2013年全国攀岩分站赛，这个比赛汇集了一个国内的顶级爱好者，还有一些专业的攀岩运动员，所以他的水平、他的水准是在国内来说是最高的。此次比赛分男女两个组别，分别选取预赛的前6名进入决赛。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未上场的选手不允许走出休息区观看比赛以及线路。这次女子比赛竞争会非常激烈，因为全国排名从2001年到现在3年的前3名排名的全参加了比赛。我觉得其实真正在比赛中，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你一定要战胜自己。场外观众的欢呼声无不刺激着休息区的选手。为了缓解压力，选手们都在忙于做各种准备，陈瑜却选择通过看书来分散注意力。发挥出水平就行了，因为实力都差不多，就是看谁把控的好。还有一个就是要自信心，就要认为自己就能完成。走，加油！陈瑜，加油！在小组赛上，陈瑜顺利完成线路，
这个13岁的小女孩以小组并列第二的成绩成功进入决赛。预赛表现得好，不代表她决赛就能拿前三，就是说她进了决赛已经完成任务目标了。掌声有请第二位女子决赛运动员。决赛共有4条线路，参赛选手需要依次进行攀爬，完成线路最多、攀爬次数最少者获得胜利。与全国顶级选手同台竞技，陈瑜不再那么顺利。这是此次赛事的3条线路，完成前2条线路的5位选手都未完成这条线路，而陈瑜始终没有放弃。经过一次又一次挑战的失败，当比赛进入倒计时的最后一刻，陈瑜终于挑战成功了。坚持，直到最后一个，不要放弃。行。好的，我把大家成绩给大家宣读一下。第6名，陈瑜。这个东西都是有阶段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有失败很难有成功。谢谢您的，过年不孤单。我话还没说完。是我应该做的，继续努力啊。我觉得我真正发自内心的高兴不是在于他进入了这次比赛的前6名，进入了决赛。当他经过很多次尝试登顶的那一刹那，脸上露出了非常快乐的笑容，我真的当时非常高兴。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给予我们的快乐。我想这其实也真的符合我们当初的初衷，我们当时给他取名字叫做陈瑜，就希望他的一生都非常愉快。We only live one time, and that's why we have to pack that time with as much fun as possible. 金头发，粉短裤，加上灿烂的笑容，是这个28岁瑞典小伙子 Linus 的经典标志。改变中国人的运动，这是 Linus 最疯狂的想法。在一个奥运会金牌数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他凭什么来教中国人运动？